迪士尼迷你遥控车开箱。迪士尼迷你遥控车这次由米奇消防车和米妮烘焙坊车同步在好事多线上购物哦。好事多线上购物会多加70块的运费哦。这两款迪士尼迷你遥控车用模特车就可以带回家了，它并不会很大，纸箱是可以塞下机车的。开箱后会闻到一些塑胶味道，等久一点就会散去了。米妮烘焙坊遥控车，它的外形跟上色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一款 CP 值很高的遥控车。但是它的遥控器是需要装 9V 电池一颗。遥控器跟遥控车的电池都算是非常好安装的。打开遥控车的开关和遥控器的开关，它们很快就配对成功了。用米妮遥控器同时按1跟3，它会往上抬动，并且往前前进。按2跟4就是往后啦。用米妮遥控器按1跟4，它就要向左旋转，转转转转转。用遥控器按2跟3，就是向右转啦。已经可以了。遥控器上的1、2、3、4单独按的时候，对应的车轮就会跟着动，小孩子都很上手的。这台米妮烘焙坊遥控车，车子在动的时候声音稍显大声哦。孩子很快就上手哦。这一款米妮遥控车用一个购物袋就可以带出门，带出去玩咯。感谢大家的收看，记得订阅我们，按赞和分享哟，拜拜。